请我们福在人，各位选举，各位小妹。 三对三的篮球对抗赛，啊，帕拉球，当抒发压力吼，啊，这个香汗淋漓啊，满身大汗，运动完那种舒畅的感觉啊吼，啊，是年轻人最喜欢啊，抒发自己的情绪，抒发自己的压力一个最好的方法啊，所以咱唔是干啦提供哦，我们的国中、高中的三对三篮球赛，我们可以提供。 啊，我们社会青年有所谓的社会组，我想帕拉球，像咱这少年朋友上爱运动，是让因抒发情绪、抒发压力、疏解啊压力，伊的一个上好的方法啊。所以我嘛要感谢咱代表会对着咱提倡这个三对三的篮球赛，拢甲咱支持啊。所以伫遮特别对咱彰化市代表会表示感谢，嘛感谢在青年朋友。 共同来参与，咱来提倡这个正确、健康的运动啊，因为有益身心健康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谢谢。